一万三抽不到五星的这个武器，抽不到就我跟你们讲，直接退了好不好？直接刷退啊，没有开玩笑的，刷退好像那账号会被锁住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都没黄的。聊天室来波退，哎，不是啊，我是想，我真的很想中五星的，你就不能达成我这个小小玩家的心愿吗？我们还现在有一万两个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反正我们今天就是要退了嘛，那就全部抽光吧，一万二、一万三，全部都给你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抽到五星角色，不，我抽到五星武器，我就去抽五星的角色，来看看几率，看怎么还会中到弹弓啊？那三星的，而且大概跳动画出来跟我炫耀，不是你三星武器，你炫耀什么动画？这是不是这游戏是不是觉得三星武器很大？没有好吗？哎，这几率就不说了啊，这到底是三小？最高现在也才四星，而且才一个当我乞丐，感觉随便施舍一个给我，剩九千了，真有你的，哎，保底，哎，这保底吗？已经九十抽了，是不是？他要施舍给我一个了，最好是攻哦，不是攻我直接爆气哦，攻哦，攻哦。黄的那个最好是给我攻哦！额外获得元神的嘲讽，乐死！太扯了吧！这什么？这给谁拿的啦？白痴！我现在没有单手剑呢。玩个毛，玩个毛！不是，真的被气死！要抽这个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我真的很想要攻啊！我已经有抽到这一只了，温迪，那你没道理不给我攻嘛？继续抽这个，哎，真的是，今天就。全部都给你了，你挑过会不会比较好运？没有，哎，不是这个，好，这个黄的，是怎样？没有，为什么一直给我紫色的？不要紫色，哎，不是。他不是你给你们看，他 75% 哦 ,75% 是这两个是不是？那我等于是我要 75% 中的二分之一才有机会中攻欸。跳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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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、怎么又中到这一次，太扯了吧。剩2000。不是吧哥哥。黄的啦，哎呀没有。好吧，不然这样，烦呢、欸！我真的想，你们真的想要看我抽到弓吗？剑到底要给谁放？那剑到底给谁放？好，再拼第二轮，第二轮又回来了哈。好，一万，哎、欸，这次变比较多，变16000了。我不相信这样子，不行，啊、这比刚才还多嘞、欸，这加起来快多少？快30000，哎、欸，快30000了。快30000赚了，真的是有哭啊！明明自己想要抽的，对对对，是蛮想抽的。不是，我真的很想要那个，不是这个截图干嘛？这有了，这游戏还逼人分享欸，一直抽重复的，然后分享三小，然后分享我们有多不爽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那黄的有这么难？
公有啥厉害？不是我有抽到温迪，那个角色叫温迪是不是？五星的那一个啊，只能带公啊，能不能他能带单手剑在那边敲吗？可以的话我就换了。啊，问题是不行啊，他就是要搭工啊！哎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抽到工，什么角色的我就是没有想要其他角色。哎呦，来了，肯定最后天使的，哎，来了啦！这好像没有保底，对不对？没有保底中了啦！最后天使，感谢你的30块投内，这游戏是不是很精准？你知道台主是哪个场？哎，中了啦，爽啊！哎，我想问一个，就是我要怎么看我现在差几抽是保底的？反正我今天要退嘛，我就把它全部抽光嘛。我还有多少？一万多，对吧？有了哎、欸，好爽啊！太爽了吧！情势很屌是不是？我是不知道啦，我现在只有10000啊，这感觉就是没有了。哎、哦，这谁？哦，这个有了。垃圾下去 ，OK， 没有，不是垃圾，我是说重复的。要、啊、抽温迪吗？哎、欸，这有没有跳过？冰的真是，琴超难抽的，是怎样？那我先抽这个，反正我都是头都洗下去，就把抽光了，抽到黄色的，要不然就保底为止。哎、欸，好，全部的武器怎样 ？Hello， 武器不重要重点哦。这里是五星，我抖内哥抽到了，哎，真的哎，天使，你抖哎，你一直，哇，你一直抖内，我就抽到哎，天使是那个，哎，这四星不是这一只哎，还有另外一只哎，哇，天使你真的是小天使大天使，是谁？我情，哎，不是说情很难抽吗？难抽在哪？难抽在哪？啊？我就问难抽在哪嘛，没有啦。哇，运气好好哦！哎、欸，天使太猛了啦！啊，接下来抽什么？我还要多少？我还有5000个，你们觉得要抽什么？说谁中谁？哎呦，后面好像变得不错的，只有一开始比较烂，一开始运气真的是分到底。哎、欸，天使真的好扯哦！我这有用哎。哦，最上面这个温迪是不是抽光？好啦，那再抽一张温迪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抽一张温迪啦，来抽常驻，抽常驻，常驻最下面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到底要哪一个？啊，不然这样子，我们直接来一个公平公正的投票，你们觉得要抽这个温迪的加一，然后这个常驻的加三，我看哪一个比较多？好，加一好了，加一好像比较多一点。来，滚，黄的，哎，哭啊！这武器是怎样？这不是武器池吧？来，我还有3900，可以走一波。黄的，哎，有了，没？哎，哦，没有，幻想。哎呀，重，哎，哎，重复的对吧？是，好，你要什么？你直接说好了。我要这个啊，温迪啊，温迪哥。温迪哥，好啊，就这只绿色这一只头套的，一脸绿样，我要这个，我要什么直接说就会中是不是？哇，这么神吗？那我来抽抽看，我要温迪，温起来，欸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哎、欸，不要分享这个，没有啊。啊，这个是重复的。我想想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不是又可以去换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应该可以去换那个，我们刚才这边是不是可以换？我刚才抽了很多啊，所以这边可以换这个，对不对？又可以再抽了，我又可以，哦，舒服，就这个去抽，对吧？可以，就是又可以抽了，好爽！哎，哭。哎、欸，这个黄的这个太常出了吧？哭啊！欸、等一下，800，所以差一点点，差60，差60哎、欸，差60，那我出最少的就好了。抽10次没了，
全部东西都在这了，抽光光了哈。来，啊，垃圾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太多了吗？超好玩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抽光光了，没东西了，就是。那接下来强化角色，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打 BOSS。